是那阳光悄悄走。
他已经放空了，我想说又可以休息。我以为，我刚才想说，我已经自动合音出现。来，再来，当当。哦，那要把那个拿出来看。对对，那个图，比如说，我记得就是这个是。我也是在旁边。对，我知道，但是我你在最我知道你在最左边的，然后所以我应该是在这个位置，对不对？你在钢琴的位置。对，我知道，对，因为那时候我记得青山老师有说我。如果是以方便看向观众，我是在最右边。对，快点是你在最右边，对。我看向观众，对，我面向观众。所以舞台想象是这个样子，然后观众在这里，然后你会站在这里。对，我应该在这里。然后吉他在这里，两把吉他。两把哦，它是有画、哎，可是乐器箱啊，哦，要看音箱，画乐器。然后有一个舞台配置。有，你上次有丢。但是要看那个音箱在哪里，你人就在哪里啊。对啊，你会在那音箱前面。基本上那音箱不会动来动去。对啊，所以应该是我的意思是说，跟他丢出来图一样吧。可是因为我们三把吉他，对，还。一定啊，因为他有别人版，只是他给我的总共有两个吉他，那就是吉他就会在一起、啊。那吉他肯定是在那一区，对啊，然后鼓跟贝斯在这一区，对，我确定不是说我这个有四个轮音，对啊，我就问你，而且你这个是什么？哎，学长，你要靠近吉他还是靠近鼓跟贝斯？就是同事啊，所以学长，可是上次说因为要有。麦克是两个收起，所以他应该是看麦克风声。这个是一个麦克风，这个是一个小，这个是大小声啊，这是对，就是前面。所以学长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是前面，这个是后面。哦，上面的那个声量，下面的收音是别在那个乐器上。我的是这样子哦。比较大。所以我会在这里。那就别个小音。哦，你的被拉强了。哦，对。那鼓跟贝斯。对，他是拉强，然后就不干嘛干嘛。是吧？对啊，你是在最旁边，对啊，然后在角落，音色然后这边中间是三支吉他，然后学长看你要不要在那边，因为这样比较。